真正对我们请，直属请直属的，谢谢学长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要点什么？我要一个凯撒沙拉，这样就好了，谢谢。啊，吃这么少，不要客气。没有客气啊，我本来就很喜欢吃沙拉。对啊，太客气了啊！自主权没有跟你说，你想点什么尽管点，没有关系。这场学长请客。那我要跟牛排套餐，饮料换成水果茶，然后要加点一个起司蛋糕、意大利面、沙拉。然后我龙那可以加酥皮吗？要加35元。OK， 帮我加酥皮，然后我要加点一个法国面包，谢谢。那这个先生你要不要吃？我喝水就好。哎，学长，那等等我回去了吗？不然我们再去看个电影好了。真的吗？走吧。好啊。哎，学长，那我们家去哪里？我家有事，先回家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妹，明天一起吃早餐吧。可是我们才刚吃完东西耶。晚餐可以了吧？我有约了。不然宵夜好了好不好？宵夜总可以了吧？不要，宵夜很胖。哎呦，没关系，我带你去吃不会胖的宵夜。你怎么来这？没有啦，那个我刚好出来买东西，然后想说经过上来看你在不在啦。阿丽，到了这。哈哈。